其实有时候我常蛮常跟之前蛮常跟朋友去多去健身啊、运动啊，就是常在群组里面。那因为他有我手机的密码，他都可以看到我手机的。真的？可是我们会有一个暗号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是去健身，就是真的去健身；如果我们今天去运动，我们可能就不是去运动。你们很无聊。他其实不是去运动，是去有时候会去那个 JD 酒店哦。那你去这样子去这个 JD 大概去了几趟呢？大概运动的次数大概四五趟左右，是吗？可是你们是住一起吗？我们住一起。对，那你这样回，你去运个动回来，总不可能一个小时就结束啦。我会找很多很多理由是比较晚一点回家的理由，这样就说哦，刚刚那个打篮球地方有人在抽烟，这样冲出来了，夸张了吧？而且他就是有一次，我就闻到，你带奶嘴，我闻到他身上的味道，我想说你怎么会有沐浴乳的味道？然后他跟我说。有那什么蒸汽呀，然后什么桑拿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你们会去酒店啊？不是，因为现在不是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，我也没有在 JD， 也没有在去，我真的都是去健身。而且那沐浴乳还不知道是不是在健身房洗的，对，在其他地方洗的。然后他还有一次骗我说什么有人把饮料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要去什么只好洗澡，去朋友家洗澡。不可能，没有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因为走路但是也情有可原。我要生气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跟女朋友讲？不可能讲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这种事情是怎么可以做吧？对啊，你接受他酒店吗？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最近可能又想要去了，因为他最近还跟我说什么，他要新办一个健身房的那个会员，他原本已经有会员了，然后他还要办别家。对，他说我要新办一家，然后不是那个是有欠那边。但是也知道是未来的老婆是不允许你去的，对呀，好吧，除非真的很不得已，偶尔，我真的是偶尔，那有时候真的只是跟朋友，比如说打牌、玩牌之类，也会有烟灰，哦，对啊，这就是我说起打牌啊，打牌啊，打牌，打牌，对。就是很可怕，对，因为很恐怖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，太可怕了吧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有时候他吼，他会把我的牌抢去玩，就把我的乐趣拿走了。那有时候其实我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才不想让他跟的。可是你朋友都很喜欢跟我玩啊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输啊。OK 好，是吧？这是第一点，好不好？还有第二点，还有啊，好，你讲，坦白从宽，来，还有一个就是。我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类似结婚基金，那大概是类似结婚，类似就讲的模糊，一起类似一起存一笔钱啦，对，不是类似，不是啊，这大概他就说类似也有道理啦，万一将来没结呢？啊，对啊，会结啊，不要乱讲，会结，反正大概有100万左右，然后那个是不跟我的账户是不同的，他也看得到的。那时候我就觉得银行的利息很低，然后我就有去投资一些股票，没有跟他讲，对，然后有一些保险，我买一些保险，然后有投资一些在我自己身上，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剩大概不到投资自己身上，投资自己，他看他自己哦，买东西。其实他投资自己，他就把自己所有投资去 JD， 投资去 JD， 对不对？抓龙筋啊，抓沐浴乳。好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就剩不到他看他。这有一阵子他没空，他没有去看他，然后不小心就看到就剩不到10万这样，然后他就问我，他那时候有问我，你喷了90万出去，他那时候问我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时候朋友在刚好在卖东西进货，然后我啊，春天吗？不要卖，问得很清楚的啦，他都快昏结不下去，你看，不是，就是趁还没结，赶快聊一聊啊，他们是卖钥匙啊，然后我就借他去买那个货这样，我骗他啦。啊，后来就努力的接通告，把它赚回来，慢慢补回去，这样。那个钱就没了。有，我又补回去。他骗我说什么？他朋友缺那个资金，然后他先去借他。借他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发现那笔钱已经不见了，就是他自己拿去买股票。
OK 了，还会回来的啦，可能两三年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沟通哎，不然很让人没有安全感吧。真的，你就做什么事情要先跟我讲一下吧，不是你自己就是一窝蜂就过去买一大堆东西，然后也不讲，而且你一定不止买股票，他还有去 JD 啊，有没有买春？他最多的就是春联，春联呐，还有买保险，银项链呐，不是你要买什么保险？存款式的保险，存款式，生活的荣华，存款式的保险是什么？熟识他们哦，这对情侣的你就知道，他们两个人互相都会讲，两个讲，对，彼此都听不懂对方，对，所以他们就决定在一起一辈子，说不定他会幸福很久。他也不懂我，所以我们就很幸福。互不懂，然后很开心。你们不要管我们，你们都不要管我们。拉皮夫妻档啊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好给我，至少 life。柔柔要讲出来这件事情，他本来考虑真的不能讲，讲一下可以想办法协调。就是我们就是在一起前，我们就已经有讲好，就是不能接受前男友、前女友这种生物。嗯，对。可是我就是有一阵子，我前男友就是有联系我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什么事，他说要当面聊，然后他也没有在讯息跟我讲，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是有去跟他见面。对，我是骗他说我要去那个上课，然后可是我去跟他见面，因为我想说，哎，人家会不会是要结婚了？因为他有女朋友那些，我想说他可能他要结婚，结婚基金已经花光了，好险。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要拿喜帖给我之类的？约在什么地方？这餐厅。餐厅楼上是？不是，就是一个。餐厅楼上是可以 DP 的 JD， 像神旺饭店楼下也是餐厅啊。我觉得这比我去健身房那些什么还过分。你才夸张，你去酒店。对不起，你去酒店。奶嘴，说什么？跟你说什么？也好像没有重点，就是他单纯可能就想跟我见面而已。然后这件事情我就是那这个重点就惨了，一定要有重点。余情未了。我现在可以问了吗？可以问了吗？来，那你跟他见面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？就只是想要见我，然后看我就是最近过得如何之类。这有什么好当面讲的？这个不对劲吧？这头是不是有点绿？有点绿。我现在头有点绿。Green。哎，那我们就扯平，你去酒店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们好 Q， 你看扯平了哎，划算。我前男友这也可以去酒店几次啊？我们就没有感情的，你的只有感情，没感情啊！我跟他完全没感情啊，旧情不是感情吗？他们吵架就是。那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前女友见面呢？因为你已经去酒店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扯平了。那扯平了，余湘泉，你已经把你的扣打用完了。而且你还花钱。其实他真正的状态是，他前女友在酒店上班的。他是去那边找的。不是啊，这样。去捧场了。不是，我靠，前男友是蛮严重，对啊，这很绿的。多久以前？2年前了，很久了，而且就只有一次而已，就唯一憋了两年。我看你在讲这事情，怎么脸上眉飞色舞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一直来到眉飞色舞？回春的感觉，为什么好像很嗨的感觉？我是觉得你为什么讲被你发现，感觉有点好笑的感觉。你前男友帅吗？不帅，我好像交了男朋友都没有帅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亲爱的主持人，阿明老师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，兄弟？我们没有真的在主持哦。什么算帅了？帅，越来越低嘛。你怎么会？就你喜感就是比帅还要来得重啊。喜感啊？对，喜感啊。你史上交过应该这个最帅的吧？最帅了。对啊。怎么叫对了？有啦，你瘦了就有点像潘玮柏啦。OK， 不要这样。韦伯，何去何从啊？怎么活？对，哎，那接下来这一两年你们都有保持联络吗？没有，就没有联络啦。因为他跟我见面也没有讲什么重点。故事里面感觉还有一个小时可以聊，很有趣啊，有点讲完哦。没有，真的觉得。你算了，我觉得这个很难收。那你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聊到自己的现任湘泉？有啊，他知道啊，
因为新闻都有播啊。当然知道啊，当然知道新闻有播，综艺节目都在播。我也知道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去跟前男友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你去酒店。我没有哎哎熬夜啊。没有熬夜啊！情侣的吵架真的会这样哎，就是我骂你这件事情，慢慢你会回来骂到我刚刚的事情，然后就闹一阵嘛。好啊，来分旧账啊！好啊，来，你要这样不是？哎，可是这样听下来，我觉得祥全其实还好哎，是柔柔比较过分。陈导哦，来，他比较过分，那就惩罚他。好，我觉得他比较过分。好，来来来，惩罚他。来丢骰子，让祥全丢。你最怕哪一个？我不跟你说，我不跟你说，他不能决定。什么？粉扑掌嘴，剩下是我用吗？我用吗？当然是你啦！来来来来，我们怎么好意思？哎，柔，对不起，有点可怕，他脑瓜太大了吧？真的好神脱！哎，给我们画面，给我们画面呢，额头一下就好了。来哦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对，一、二、三。跑进去了，谢谢你，隐形眼镜。哎，不，有没有十八？我不小心太……哎，你们在粉动太多了啦！我说额头就好了，今天的额头也用这样。要当自己太太的人，你这样子打，这个婚不要结了。对啊，我还没过门被打成这样，灰头土脸，怎么会这样？没事没事，还没结就离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拎包嘞，你直接我在额头一下就好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可爱哎！我超级看好你们这一对的，就这样擦擦挠挠，就这样过一辈子，很好很好。好的，要幸福哎。好，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啦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